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回到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会。我们今天的圣餐主日崇拜即将开始，请安静我们的身心灵，准备开始今天的敬拜。也温馨的提醒弟兄姐妹们，关闭您的手机或静音的手机，以免干扰我们敬拜的进行。谢谢大家。半短歌。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主耶稣宝血。请弟兄姐妹起立，齐唱圣诗《古旧十字架》。灵上无力求救世家，人是修如何痛苦极好。深爱之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家为我最爱最棒。我爱靠居住世在主台前见主面，我要一生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哦，这主就是家，来世人做亲事，我却认是深爱的光，深爱之主耶稣，历尽天上荣华，背着苦架走向哥哥他。我爱高举主十字宝架，直到在主台见见主面，我要一生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看这古旧十字架，虽然血迹斑斑，我仍以这十字架为在这。
在高举主十字宝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要一生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可换供你光明。会众请持续站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作为今天我们宣召的经文。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从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持续站立，让我们同唱崇拜圣诗世上的真光。全世界常是在黑暗罪恶中，世上的真光是耶稣，主大荣耀如同日光在高空，世上的真光是耶稣，快来救光救恩放光芒，主的时光今朝要辉煌，见我瞎眼现在见了光，才知耶稣是世上光，在主耶稣里面绝没有黑暗，世上的真光是耶稣，跟随耶稣道路来在光明间，世上的真光是耶稣，快来救光救恩放光芒，主的时光今朝要辉煌，牵我瞎眼现在见了光，才知耶稣是世上光，藏住黑暗人们将到主前来，世上的真光是耶稣，你随时命主人使你眼睁开，世上的真光是耶稣，快来救光救恩放光芒，主的时光今朝要辉煌，牵我瞎眼现在见了光，才知耶稣是世上光，天堂里真光明永不照太阳，世上的真光耶稣，在清晨里转灯曙光是羔羊，世上的真光是耶稣，快来救光救恩放光芒，主的时光今朝要辉煌，牵我瞎眼现在见了光，就站立，一起为今天的崇拜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洗净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圣餐主日，弟兄姐妹们共享你的饼和杯时，不但能体会十字架的救赎和大能，更将十字架放在每人的心中，时时思想，日日缅怀。我们也将今日的崇拜从头到末了，全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上。愿今日的崇拜能蒙主喜悦。感恩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我们一起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向我们的父神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现在请诗班献诗。主啊，我情愿。
们谢谢诗班。现在我们一起攻读今天的正道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攻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明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是神的话。现在请牧师正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撒母耳记第十三章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选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默祷经文实在是给我们每个人的警惕。先知告诉扫罗说：你的国位必不长久。他刚刚上任做王，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神、他们的王，自己百姓兴起一个王叫做扫罗。做了不久，刚上任不久，就被耶和华责备。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这位是谁？大卫，因为他合神心意。为什么？圣经都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因为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也就是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命令的。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感谢你，我们是何等人，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用感恩的心，用敬拜的心，我们今天是要跟主你一同来享受这个宴席。我们心思意念再次的思考反省，若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你赦免，求你圣灵引导我们走该走的路，将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信息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悦纳。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心意，讨他喜悦，是他对信徒生活神圣目的和计划。神创造了我们人类，都有他的计划，还有他的目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计划呢，就是 plan， 意思是说，我们从出生开始，他就指引我们要走正确的路，这是他的计划。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世界我们怎么不要效法？金银财宝等着我们，那么多的给我们享受，我们怎么不要去效法？圣经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检查、审查。特别今天是
我们圣餐的主日要审查自己，验证我们自己，谁验证？圣灵在验证我们。何为神的善良？就是神的善良是什么？因为耶稣他是善良的，他是纯全的、纯全的、完全的、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今天的主题。生命记就是重生再一次的约定。摩西五经的当中，生命记特别再次的交代，若父母交代儿女一次两次，儿女觉得太啰嗦，但是这个很重要。今天阴天你要带雨伞，今天天气变化你要带衣服，要出去了再交代一次。哎呀，太啰嗦了。我们的神他不啰嗦，他再一次的交代我们，就是吩咐我们，像父母在吩咐我们的儿女，要注意，要小心，保重。神明显的旨意乃是神隐藏的旨意。我们觉得隐藏就是看不到眼前，但是内心可以体会，因为神他为了他最好的宝贝，他隐藏起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圣经讲到这里，我们觉得很奇妙，神哪里有什么隐秘的事呢？他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循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颁布的律法，叫摩西颁布的律法，是叫我们很好的来守律法，做不到。我们的子孙，父母怎么行，儿子也是跟着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特别要留意我们自己的所行所事。启示和奥秘相反，大家觉得说启示，哎呀，神启示我，但是启示和奥秘是相反的。奥秘是神隐秘的旨意，启示是神把他隐藏的旨意向人显明，所以旧约尚未显明才称为奥秘。大家能清楚这一点，启示和奥秘。那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神要救赎世人独特奇妙的旨意，耶稣基督改变了世界。我们看到很多西元主前主后都是从耶稣开始，神已经通过圣经给我们足够的启示，所以这个启示已经在圣经里面全部的公开出来了。到了这个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若你还停留在旧约的时代的话，你要守律法难啊，难啊，难上加难。但是恩典的时代不同，我们到了这个恩典时代，就是因信称义，因信耶稣而成为义，多么好，多么妙。隐秘的是如解经的解释，我们的经文里面很多我们真的不了解，比方说末日的时间表，哪一个人能知道？这叫做隐秘的事。天上的奥秘，我们能信耶稣能得救，能上天国，那这个也是奥秘。没有人在世上有血气的能知道能到天堂去再回来吗？不可能。所以永生的盼望也是一样，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只有信，
信耶稣，而且要死而复活，这些都是非常的使我们神隐秘的事。但是耶稣基督他已经都显明给我们知道了。基督徒如果没有相信死而复活，今天都拜拜，不需要相信的，枉然的，因为我们能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永生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他死而复活，我们也能死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说是复活主日，就是这么意思，耶稣第三天复活。诗篇又告诉我们，四十篇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引导我按照你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的，不要做糊涂人。刚刚我们看到默祷经文，这个扫罗就是糊涂人。他怎么糊涂呢？今天许多基督徒以为只要是善事、做好事、积功德，这都是无可厚非，就可以尽量做，而不问这事是否合乎神的旨意，就是糊涂人。扫罗一开始做王，做神所不喜悦的事，违背神的吩咐，私自献祭，因为他的职分，他是做王，献祭是由祭司，所以他等不及，在七天，一个人能忍耐七天没有来，他自己就献祭了，表面上非常好，给这些百姓觉得说，哎呀，王可以代替祭司在献祭，就是这样子被神废掉了他的王位。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的事都是好事善事，但是如果不合神的旨意，那我们也是会像扫罗一样，以为做了好事，但是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你自己要标榜你自己的骄傲，却毁了自己的一生。在这里引导我们按照他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都有目的，养儿、建立家室、购置产业，做我们喜欢做的。但这里在提醒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刚刚那个扫罗是其中之一，但是这里呢提醒大家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我们知道圣灵充满好像醉酒一样，好像醉酒一样，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醉酒乱讲话发疯一样。那圣灵充满是要得着益处，荣耀神，不同，但是好像看起来表面上都一样。所以特别酒能使人放荡，一放荡，你的人格、你的一生、你的什么都被人家看扁了。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是今天我们主要了解，也要好好深读明白神的旨意，要遵循神的吩咐。要就是动词，要必须要去做。做什么呢？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是应该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而是要。所以我第一个地方那个重点说要，你遵循神的吩咐到底是做什么？要。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也就是命令，是带着神的权柄。若你没有尽力去明白，你就违反神的命令的。神的真理永远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真理是不妥协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该错的我们认错悔改，神就喜悦。第二大点大纲，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怎么说呢？你既然是基督徒，你要不要将你得救的见证、得救的成果来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未信主的人？这就是要结出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好像一颗果子，种下去你就知道它想生什么种类的。我们最喜欢的芭乐莲雾，哇，东方的很多果子在这里都可以生产，因为天气气候很好。但是你如果种下去不生果子怎么样？加肥料加水，但是呢再不生呢，啊，干脆砍掉了。啊，那时候砍掉真的是太可怕了，没有生命的。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句话我们就能体会出，善事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做的，不是说可以做不可以做，我们应当做的，所以就会结出好的果子出来。人活在世上难免会犯错，若不会犯错，我们以前小时候用的铅笔后面有一点点那个屁股那个橡皮，它是做什么？专门在改错字的。现在非常的文明，都不需要改了，用原子笔写下去100%都不要改。这是一个过程比喻，属灵的生命就会受到阻碍。我们追求神就是要有属灵的增长，但是受到阻碍了，不能结好果子。若肯醒悟回转，这个醒悟就是说圣灵提醒你，哎呀，该做不该做。这个浪子回头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小儿子向父亲要分财产，将他的份拿去以后浪费资财潦倒，最后在东西没有得吃，吃猪剩下的也不能吃也不可以吃，也没有得到吃。他在那最痛苦的时候，哎呀，醒悟过来了，他就回转，我父亲有粮，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回到父的家。这个勇气需要勇气，需要当我们做错了，当我们心里痛苦走投无路的时候，悔悟醒悟回转，回到父家，神必赦免其过。这么好，神一赦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能结出满满的果子来。第三大纲，要祷告蒙神垂听。还是要，很多祷告的功效都是从一群属灵属恩的儿女们一起祷告，不胜其烦。东西德也是靠着祷告，没有一颗子弹叫做蜡烛政变，还有很多很多南北战争，林肯总统当时是非常的困难，要改革解放黑奴也是很困难，两边南北都是向神祷告，神怎么做啊？要听谁的？每一个地各一方，我要求神给我们同在，我要战胜这个战争。林肯听到他的将军祷告说求神跟他同在，跟我们同在，使我们能战胜。林肯说错了，我们应当我们与神同在，
主权交给神，哎呀，太伟大了。所以我们要与神同在，神若与你同在，你凡事都可能。所以要祷告，蒙神他会垂听。照神旨意祈求祷告，他必垂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不惧怕再怎么样犯的错误，我们只要来到施恩宝座，神必垂听。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在你遇到很难解决的事，只有神能帮助你，只有圣灵能医治你。有时候祷告不被蒙应允，可能我们祷告好久，怎么了？我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到教会来，这我们要检讨，可能时间还没到，不要灰心。是因为我们不按着神的旨意求，而是妄求。妄求就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因为你没有读圣经，不看圣经，你怎么知道怎么祷告？我们的主导文最好的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刚刚都有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全。若明白神的旨意，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信心，你的信心我的信心都不一样，但神给我们加添力量，使我们的信心祷告祈求神帮助。所以我们诗篇第23篇，诗人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那请问，耶和华若不是你的牧者，那你会不会缺乏？因为偶像他可能也许给你一点好处甜头，但是他永远不能满足你的欲望。只有耶稣基督他可以满足你。第四，要行事蒙神的喜悦。你若不讨神喜悦，你所做的事都是枉然。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有没有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凡事很多事情我们一生当中都会碰到的，我们蒙他喜悦。要做这个事之前，我们考虑到这个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像我每天早上起来要来准备信息，神啊，你要叫我说什么，求你光照我。不是说我要做什么，求你帮助我，求神来光照我们。不单是我们的灵命难以长进，更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不认识神的旨意。认识非常的重要，儿女私情在一起也要认识，我们跟神更要认识。若你不认识神，哪一位是神？在各样善事上遵循他的旨意，这是非常的重要。每样事情都要遵循他的旨意。遵有一个走字旁，行是要走出去。所以耶稣登要升天之前交代他的门徒，也是他吩咐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就与你同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感谢主，因为有圣经的教导，我们在善事上会遵循他的旨意。第五，要使荣耀归给神。刚刚我们提到的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
多么重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很多儿女有出头，儿女有前途，有好的名声，有好的职业，有好的灵命。他是谁的儿子呢？父母呢？父母他的基因会影响到儿子，他的行为也会影响到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多么的荣幸，也多么的荣耀。因为我们的天父，为什么我要说要使荣耀归于神，多一个父，这个父就是儿女的关系，非常的亲密，要归于父神。腓立比书一章十到十一节，要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我们的先祖夏娃、亚当就是不能分别是非，因为是和非是完全两回事，你不能分别，可以不可以啊，可行不可行，没有人看到我就可以，有人看到我就不可以。我在阿根廷生活了38年，有一句话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提醒，也警惕。Más o menos， 不晓得这里懂得西班牙语的 Más o menos 就是差不多啊，差不多，什么都差不多。我说咦，奇怪，还有一个差不多，就是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不可以，那你自己去选吧。说做成熟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的仁义的果子。刚刚我们说要结满果子，我们要结满啊，要很多人都来到神信耶稣，这就是结满仁义。他有慈爱，他愿意像耶稣一样牺牲宝贵的十字架，留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效法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真神。更需靠着圣灵的帮助，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指我们，指引我们该走正确的道路，我们这批基要真理的同学们，他们在上基要真理，我们的教会的执事都有去跟他们勉励，他们教导他们要做正确的事，要做对的事，就是神跟你同在了。哇，他讲这句话，我永远自己在做我的左右铭。就这么样子，我可能曾经讲过，我们这位执事他很诚恳的，他将这样子的好的信息、好的正确的道路跟他们说明。等到他们那一批受洗了以后，他们已经拿到证书成为基督徒了，心理上非常的高兴。过了几天打电话问我们这位执事说，哎呀，我们中国人这里有开赌场，我们很好的待遇，可以不可以？他说千万不可，因为你是基督徒，蒙恩的基督徒。哦，这样子，因为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要教他们，他们以为是做工。第二天却发生的命案，那个赌场发生命案。你看神通过你，虽然你不是正确的跟他传福音，但是你讲到正确的路，正做好的事，他有记在心里，听进去了。后来这个弟兄他们去打工，去餐厅打工，虽然辛苦一点，赚的少一点，但是心安理得，命差一点就完了。你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你的职分，要符合神的旨意，走正确的道路。结论就是按他
旨意而行，刚刚都是要，但现在是就是做结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一批受洗的上的基要真理，每个人最后送给他一本圣经，就是用这一句话神的话勉励他们，到老都不偏离。神明显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圣经上的教导，我们一起念来作为结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要教训，要督责，使人要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你是不是属神的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这么的爱我们，我们能由神做我们的盾牌，做我们的依靠，做我们的主。若我们不合神你的旨意，求主你光照我们，使我们不偏离。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心灵上的，我们肉体上若有欠缺，有病痛的，有心灵忧伤的，求主你大大的光照他们，医治他们，使他们重新得力。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容许撒旦魔鬼来侵害你的殿。愿神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今天的信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回应圣诗一节，我最极重。我最极重，应当沉沦救主的事，他开神门，蒙主宣召来得救恩。主啊，我今求你，求你。请坐，现在请牧师主持我们圣餐。现在我们开始要来举行圣餐典礼。在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是属于他的教会按教规可领圣餐者一起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的恩典的话。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饼祝谢，所以我们在他的名照他的赎罪样式，首先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恭敬的祷告，主耶稣，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
排列这个宴席，为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恳求你差遣圣灵分别我们的圣回圣，又分别这些排列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以你的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培育成长，与你的恩典里更能荣耀你的圣名。没有别好，主耶稣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还没有受洗的朋友们，请你们暂时还不拿饼拿杯，等到圣灵光照你有感动，受了洗以后，这是神圣的，耶稣跟我们一同受洗，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也要默祷神在你的身上多少恩惠，我们在神的光照，我们要审查我们哪里有亏欠人的、亏欠神的，求神帮助我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喝这个杯，吃这个饼，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的，我们如此纪念是理所当然的。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拿去吃，饭后吃完也如此举杯，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流的，你们就如此来纪念我，也是新约。拿去喝，这杯是新约，由基督的血所设立的，
每当喝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再次的献上感恩，无所不能的父上帝啊，我们诚心的感谢你，因着你的大爱，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是我们培育灵魂真实的食物，有让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秘身体的肢体，就是蒙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地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做活祭时，求你鉴察接纳我们，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持续这圣洁的交通，从今后更能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是收奉献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义务，也是一种独享的福分。我们期待我们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奉献，在奉献上有份，独享这份从上天而来的恩典。让我们一起低头为今天的奉献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健康，赐给我们所有的财富，赐给我们所有的所需所用。我们将这一切都献上感谢。今天众弟兄姐妹们将当纳的一部分奉献在主的台前，求主祝福，求主使用。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又到了我们欢迎跟报告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夏威夷弟兄基督教会与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或是姐妹们。在我左手边有的话，麻烦你站起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你的姓名和从哪里来。欢迎欢迎欢迎，谢谢大家。还有没有？哎，后面 Scott。 各位大家好，感谢卢牧师娘的邀请。我叫李学优 Scott， 这是我太太 Serena， 叫小琪。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赞美主。我们欢迎。后面还有一位，后面还有一位。大家好，我叫郭春春，我刚从卡哇伊岛搬过来这边，然后今天也是第一次过来，然后谢谢各位，欢迎。
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好，没有，楼上。好，那刚刚自我介绍的弟兄姐妹们，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用欢迎歌来欢迎你。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主里诚心欢迎。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主里诚心欢迎。请坐。我们欢迎你，未来的每个主日都能在我们第一华人基督教会看到各位。接下来报告的时间，报告呢，有几项比较重要报告我提出来，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其他的呢请弟兄姐妹们自己参考。第一项是爱宴，我们今天在11:40左右我们会有爱宴，爱宴是为了我们整个教会的团契，我们弟兄姐妹们辛苦所准备的，那期待我们中堂弟兄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爱宴。在爱宴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同工会，那也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的事工上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或是建议的弟兄姐妹，更希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来参加我们的今天12:45的同工会。另外一个是复德会，复德会是一个我们教会78年来，我们延续78年了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全教会的宣教聚会，宣教的一个活动，针对宣教一个活动。那我们在这些的义卖所有的款项，包括我们义卖的款项，包括我们现金的捐献，我们全部会在我们在圣诞节之前呢分寄给我们所支持的所有的不管是宣教机构或宣教个人，在圣诞节之前把这些款项寄到他们的手上，来表达我们第一华人基督教会对他们宣教的一个支持跟我们的爱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一个活动，期待呢我们中堂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踊跃的参加。那我们这个内容呢，我们有午餐的现在已经开始有午餐券的在发售，还有我们弟兄姐妹们也做了很多自己很喜欢的，大家喜欢的拿手的一些食品，在10月27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义卖，那期待我们大家共同来响应。那当然，我们非常非常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用现金来捐献，来支持我们这项有78年传统的一个宣教的事工。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一种福分的一种事工，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参与。那如果弟兄姐妹们有幸用我们的现金奉献的话，期望你在支票上面呢写上 PTF， 很简单，只写上 PTF， 那我们就会在当然这是也是年底可以课税的，大家不用担心。那我们1块钱不嫌少，1000块不嫌多。主说的，我们寡妇的一文钱，我们都是受主所祝福的。那是期待我们大家在这项事工上，大家有份。那另外一个是缅怀纪念时刻，就是这是英文堂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活动，每年在10月第1个主日呢，我们会在我们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失去的亲友，我们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我们来纪念他，缅怀他。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弟兄姐妹们有这个需要，那可以到登记。好，那我们今天报告就到这里结束。牧师还有，那请各位起立，我们齐唱三一颂，并请牧师祝福。赞美一生王不自怨，天下神明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门。
慈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向你感谢，因为你的旨意是要使我们能得救，能讨你的喜悦，帮助我们更像你，要合神你的旨意，我们就要祈求神，你大大的光照我们，在我们黑暗之处能有你的光照，我们就能重新得力。谢谢耶稣，奉天父慈爱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是您保惠师跟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默祷，请坐，请坐。默祷，殿宇后散会。